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同学，林向之同学。没有交不成的朋友，只有豁不出去的队友。第一，不动声色地接近他的同桌，打入内部。第二，适当打野很关键，经验亮相，拿捏了。他说，强烈的印象能让人被记住，所以他打扮得很强烈。第三，要想关系好，礼物不能少。何大人，我亲手剥的，这都是补脑的。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这招太绝了，学学。